要脸吗？没有脸，只要我没有脸，你就感受不到脸在哪里。只要我不觉得尴尬，尴尬的就是你。狗头人，沙漠死神，四十魔抗，四十护甲，不带攻击力。来，我又回来了。A，E 开起来，晕住 A 走。哎，一击他还学的 Q， 让他学来。晃啥呢？这有啥好晃的？我都不知道晃啥。晃来晃去的，还让我 A 一下呢。这个兵经验别吃了。出招吧！晕，锤，锤 ，Q A 点燃。他们也算上。死了，真棒！死个打野 ，Q 开 E，A 晕，再 A， 升个三级，塔下把他杀了啊！看中。来，这波塔下杀他，让塔砸了一下没关系，我们先 A 塔，让他 A 我们，小兵就会打他。这么多小兵，一会儿我们就把他杀了啊！他不 A 我，让他 A 来，让他 A， 就让他在这 A 啊，没关系，让他 A， 看看这波到底能不能杀。不太行了，我们跳走，这不行，这杀不了了，他药太多了，这波回血回的太多了。那就不杀了，一会儿再说，回家充个900。我这把既稳又装，让你见识一下，小伙子，什么叫地狱。哎，可以，这什么波比，重印波比。这狗头人推线推挺快，16刀，不知道这波比的那个红还有没有了呀？啊，有红。现在该我了。跳下来，重锤开 E，A 晕，锤，波比上吧，我就不上了。可以杀了。可以杀，够杀的。锤，重锤，跳下来，晕，锤，点燃，锤一下，闪现呀！这波比玩的是真烂。你说那塔下你给他撞上墙，他是不是都死了？我这闪现交了，我也能走。哎呀，真是还给我换了，闪现试一试，没走掉，没走掉算了，我都没办法。不是我闪的问题，兄弟们，你说那波比那狗头人找个角度一个墙还不容易？这是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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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他不站在这里，
我们都能给他往上墙上移去，你说他在哪移不到墙上面，你说他硬就没往墙上移。动锤晕锤，这狗头人的意思真烦人。跳下来吃药锤动锤平 A。重锤晕锤锤几个人，死哥死哥怎么溜了呀？哦呦吓我一跳，跳走可以杀，等这个 W 没的啊。哎呀这不行，这升了，这怎么就升了呢？升的有点快呀，这死个六了。哎呀可挺恶心人呐，可先吸点血啊，这波狗头人血太多了，我们是打不过的啊，这波清兵就好了。走吃狗屎的，他碰上兵线了，跳下来锤动锤，没想到我又回来了，一跳下来锤动锤，行我撤了，买个破败有点脆啊，现在等皮孩跟那个红宝石出来就好了，这把还是得要水银孩。8-6死哥四个人头，这个死哥可能是个事儿。没想到吧，我又回来了。那死哥8级，我们家波比5级。哎呦，出招吧！这波可以杀狗头，直接开 E 把他杀了，我们破败了。严阵以待，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谁把死哥打死了，我的天哪，阵一段，
招。这还好，这是杀了的。哎，好难哦，这中路也不行。那狗头人吧，我还得去压他。跑得有点快，他十成刷银书。这波我死了，狗头上路发育。怎么办呢？这死哥杀人杀的太多了，十二分钟他妈杀了十一个，我不往下走都不行，我往下走吧。往这走来，能把他杀了我们就赚啊。还行，一千块钱走位跳眼儿还行，拿了个一千可以接受，抽个魔抗吧。这波马尔扎哈发育了一波啊，还行。你不把他杀了，这死哥一会儿就乱杀人，我们进场一秒钟就他。跟团给我来了句跟团，那十三分钟我上塔都没掉，让我跟团。真是操了。哎呀我的天哪。真是难玩。我有药你有吗？请问谁死了？死哥死了，漂亮啊。把他中塔拔了，中塔很重要啊，中路这座塔拔完以后，嗯，我们的这个行进范围啊就会变大。这上路这狗头人我去不了了，哎，去一波吧，去一波吧。但这波杰跟死哥可能会在，这可怎么办？你也不用闪他脸上来吧，兄弟。杰怎么这么能猜呀？你没赢过是吧？啊！把他们也换上！我还基地都让你拆吧了喽呢啊！你怎么那么能拆？我操你猴子的！你大爷的！要玩一下，哎呦，还撞了一头。
那太能拆了，他跟我们家基地快拆没了都，我得赶紧下去了，这波。往这边走来，先上死哥啊！闪现跳避开起来，减速太烦人了。哎，不杀死哥还不行，你先杀死哥，你还得在他那里边，就是，在他那个，这叫什么玩意儿来着？那个领域里边啊，还得掉血。这都没死啊，你还追？丁简直是等死。我又回来了。你看他们野区崩，下路崩，中路崩，咱也别说哪地方崩了啊，我来一支援，别人狗头人就开始发育啊，就开始就吃线，俺们呢也压不住他了，就得让他发育。马上来个流，这块上死哥啊，给我要一圈。然后等人家发育完了呢，我这边队友还没带起来呢，然后人家狗头人下来也处理不了，这是老难玩了的。我这把还行啊，这个死哥也杀他几回，也不是说特别的猛。跟我来把他杀了来，这美甲切魂卷他解不来了。把拿掉，别让他抠了啊！别让他抠了，这死哥都杀他几回。看住！他十三级，我们家打野十级，来、上路打不过了。我也不就压着狗头，人上路打不过了。互拆吧，那就你拆我的，我拆你的。这刘头就一个人吧，他就一个人。你觉得你还能走吗？刘，差一点点给我套虚弱了，好烦啊，有个虚弱。五打四，啥打过去？而且这卡莎怎么总是没蓝啊？就几换几，二换二，还行，可以接受。我到位了，把他们也算上。对了，撤吧，你能走就走吧。地心真行啊！
头人还无敌了，你是，嗯，怎么整？哎，真累。管不住，你家队友打不死。那波比能不能下去给我抢个龙？哇，可以，可以啊，可以，可以啊，可以，这就可以了啊，这就可以了。我来个丁啊，俺们家一个人没死，大龙抢了，漂亮，漂亮啊 ，nice， 可以团一波来。他又死六层了，他搁哪整的死六层又？那线儿都没法带，我们只能就一直团，一直打架，一直干。来，可以中团分带吧，不能分带，带不了，没法带，分带闭眼后排全死，我把这死哥杀了，没关系，我有血手。哎，你怎么上去了？哇，这狗头人打我这么痛了，冲快了有点的波比。刚没跟上，绕了一圈，我们下点小龙啊。那无敌狗头也没办法。我跟你说，现在都不是狗头的问题了，现在对面 AD 都起来了。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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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家三条龙，我都不知道这三条龙怎么拿的。把这死哥杀了，来，这劫是怎么回事？不要命是吧？往前冲来，就剩死哥一个了，给我杀来！没事，我死不了，不用交那个，不用交那个秒表。现在卡莎拿这么多银头，我不知道他到底厉不厉害，你知道吧？我希望他可以对得起这个银。我希望他能塞得动。看招！等一个春哥，差了多少钱？这是500。我觉得我多整点吸血吧，要不一会儿我再出个九头蛇。在那点小兵，我一瞅这卡莎就不行，肯定不行，他塞不动，他只能像一个机器人一样在后边点人，
只能我们给他创造聚居环境。如果有个狗头人追着他跑，他连大都不会放过，估计。跳弹，往上走呗，可以杀死哥，杀狗头人来。奶死啊，哎呦我漂亮卡莎。不能拆了，不能拆了，我们得中路。推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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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推下路。往下路走，往下路走。把他们也算上。卡了他一波视野。奶妈往这边走，奶妈，哎呀，奶妈被敲死了，那没办法，奶妈过不去，奶妈不拆了，走，不拆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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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这不拆了，这姐干什么玩意儿？这姐犯病了是吧？大他大他。行就不追了，你干哈呢你啊，掏我脸上来还放枪，放枪，兄弟们，我能走没事啊，软弱无力，给我顶死了。个死亡之舞啊，这个卡莎打龙，我跟你们说啊，这位置是不对的。其实正常要打龙去正面打，去背面打这个龙吧，它会放刺儿，你知道吧，它会刺儿人，正常应该往前面。科技枪，我想想出个啥啊，这有没有什么吸血的比较猛的装备，血色指印，贪欲九头蛇，饮血剑啊，明白了，明白这把出什么了，出振奋，奶妈，奶妈别打了，奶妈快救一下奶妈，我马上到，兄弟们等我一会儿，等我一会儿，我跑得有点慢啊，来救我上来，重锤开翼往回跳，别急啊，拉扯打一手，套点盐给狗头，跳下来，重锤锤重锤重锤，一技能开起来，晕住锤跳 ADC， 我们死了，我操，这都能五杀，行吧，五杀就五杀吧，干活累活我们干，五杀他来拿，道歉，我道什么歉，这有什么好道歉的，你不会真的以为这五杀是他操作出来的吧？那按个右键按平 A 还不会吗，兄弟？你来你都能五杀，只是可能你有的抢的没他精准一点。他就即使拿了五杀，都得不到我的认可，我还给他道歉。你们自己看，我都不看别的，你们自己瞅啊，你们自己瞅他操作就行，那老僵硬了，那卡莎，那卡莎那操作给你操作的那都僵尸，那都是僵尸人儿。
我都怀疑他是个机器人。看招！我还跟他道歉，我在道什么歉？你一会儿自己团战，你看看他怎么操作的，我都不说别的。看招！根本的就没有操作，就按右键，有技能就按一个，有技能就按一个，就这样式的。他那蓄积环境老好了。我上前面给他保护横跳，咱们家前台还有个波比，那马尔扎哈谁进来打谁，那个死哥也碰不着的，后边还有个奶妈给他来，他蓄积环境老好了。我缺一个振奋盔甲，现在就怕什么，就怕他有点飘了，你知道吧，怕他拿完五杀以后觉得自己狠了，行了，去找人劫啥玩意儿，那个死哥这种玩意儿去单挑去了，这就坏了，你知道吧。这到33分钟了，这不是一个人的游戏了，这是五个人的游戏了。严阵以待，上路吧，上路可退。然而他并没有，希望他不要飘。什么年代了，还振奋自言自立？我们家有奶妈，我出的破败。可以振奋，可以振奋。快点来上路！这不是有奶妈吗？没有奶妈不就不出这玩意儿了吗？来，先打劫，得了。锤重锤重锤锤一开起来上来晕死个锤重锤锤锤重锤跳来锤重锤重锤跳锤跳弹回来我过不去好拿下你这那团战都没人打他都没有人去打他狗头人跑过来敲我你再瞅瞅人家家 ADC 那虚虚环境，那 ADC 虚虚环境，我逮着他我就是一顿锤，就把他脸给他锤歪。别推呀，为啥呀？这必须得推了，这不行了。这再不推拿不下来了。